国家不好，社会不好，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个是一定的。我们看把东南亚的历史，东南亚过去有一个领袖叫做菲律宾的总统，叫做马可斯。菲律宾的人当时因为马可斯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，给他的外表骗了，忘记了马可斯身边还有一个肥婆叫伊美黛。这两公婆上台以后横征暴敛，到处收获人民财富，几十年下来使到整个菲律宾一穷二白。菲律宾当年是亚洲第二富有的国家，他们的甘蔗出口世界排名都有的名，有排名的。可是因为国门不幸，选了一个马可斯总统，造成菲律宾人民从此以后一窍不振。他们的女儿养大，第一个工作就是送出国去香港做兵妹，来马来西亚做女佣。我告诉大家，伊美黛跟马可斯跟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两公婆也很像，没有两样。菲律宾人当时不会改变，但是到最后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为什么？他们当时的反对党领袖叫做克拉索阿圭诺，克拉索阿圭诺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被马可斯派人到机场啪一枪打死。那一枪唤醒了全菲律宾的人民，菲律宾的人民百万人民走上街头，最后通过民主的力量推翻了马可斯政权，让马可斯流亡夏威夷，到死都不能回菲律宾。但是整个菲律宾一代的人从此以后成为全世界耻笑的牛仔国 Cowboy Country。 到今天他们还是世界最大的女佣出口国，女儿宝贝女儿养大，你心里有什么感想？第一件事情不是出来做医生律师专业人士，第一件事情出国做兵妹，出国做女佣，出国做下人。一代人从此以后到今天都还没有办法翻身。我今天2018年站在这边跟大家说，这一次不换政府，马来西亚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菲律宾。到时不是印尼人来马来西亚做女佣，是我们的女儿去印尼做嘎嘎。你不要笑，因为为什么？我前几天看报纸，现在行情坏到已经有几个马来大学生，你听好好，是马来大学生跑去日本东京工作，做什么工？去日本东京倒大便。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在马来西亚失业找不到工作，必须要去东京倒大便。各位你不用笑，这种日子很快就要来了。国政政府继续降下去，人民还不会改变啊，还在那边慢慢等。你不要抱怨辛苦，我只是今天告诉大家，你要不辛苦就要换政府，换了臭政府你就不辛苦。你如果不会换，无药可救，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去。 Goodbye my love， 我的爱人再见。死了啦，我求啊咪啦，我求啊咪，我不用唱歌，没有歌唱了的，到时候只能够去找南摩罗啊。滴多罗滴多罗点点夸点点夸的死了啊，搞得懂。马来西亚今天就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但是我们今天在黑暗中还有一线曙光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野党希望联盟的成立给了大家最后一线希望。我们跟朱巴马哈爹结合了马来西亚政坛上最有经验的三个人，林志祥、安诺伊布拉姆、敦德的马爹，三个人联合在一起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现象，也是巫统国政做梦都想不到，今天马哈爹竟然会站在反对党这边，而且做反对党的首相候选人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时候，切，你们那里可以跟马哈爹合作，他把林志祥关起来。我知道，你如果继续看过去，我们那些老账永远算不完，慈禧太后的长脚不会完了。不会玩的吗？又臭又烂，对不对？但是关键在于什么？关键在于现在与未来。 We have to look beyond today and the future。
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people of Malaysia. This general election is a battl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BN kleptocracy.